一眨眼，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！是啊，一晃都10年了，我都回来了。老马，敬你一杯，啊，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。来，用不着祝贺。本来我也没错，都是冤枉的。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，故意不给我作证，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。哎呀，这个酒度数不低。哎呀，真是臭了。老马，再给你倒点啊。哎，我这个儿子，现在给你当徒弟，在你手上了。你可别客气啊，他哪错了啥的，你该说说，该骂骂，该打打，好好管教管教。那是你儿子，不是我儿子。该怎么教育他，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。那是，那是。这个小子呀，年轻不懂事儿，啊，自个儿以为自个儿啊有两把刷子，不知天高地厚的。老马，真的，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对他别客气了，好好管教。你儿子是警校的高材生，腰杆子老硬了，我哪有本事教他呀？妈，王鑫交到我爸手里了，啥意思？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。你咋没跟我说呢？跟你说干啥呀？汪鑫是我初中同学，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了？行了，你快吃饭吧啊！你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吃不下去。想起当年呢，老马，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，那时候，哎呀，一琢磨起来，那就跟昨天似的。想想那时候啊，真是有意思啊。哎呀，我都忘了，那是哪年了？就那个，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，手里头还拿着枪，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。当时我也没看清楚咋回事啊，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，那家伙，枪顶头上，那叫明枪易躲。怕就怕。案件难防。对了，你现在不是车长了，升段长了。有啥段长啊？副的，副段长，那也算是大领导了。嗯，啥大领导啊？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，管的事儿呢，比以前多了点儿。那说到底，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？哎呀，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！老马，你这话，你这话，这不埋汰我？王段长，祝你高升吧！啥高升？你放心，你家崽子在我手上。你尽管把心搁本堂了。我放心，我指定放心的。这拿都拿来了，拿回去算咋回事啊？你真不要，王团长，老马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，你别为难我。这成啥了？你说，那成，那行，那日子还长着呢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慢点，哎，慢点。没事。啊，回吧，嫂子。好嘞。啊，爸，汪鑫是我初中同学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又咋了？
王鑫这人不但聪明，还贼有正义感。上学那会儿，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？行了，跟我说这干啥呢？不是，你对他不了解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不用你给我介绍，你快学习去吧。哎呀，不爱听拉倒。啥呀你？咋了？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，你再把人赶走了呢？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，你看说到王鑫那劲儿，噼里啪啦的，烦不烦呢？你离开家多少年了？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？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？你得多关心他，多疼他，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？说来说去啊，都是这十年害的。十年，秀芳，你说王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？当年的明明都看到了。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？我咋会看错呢？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，我能看错吗？我绝对没有看错呀。你干啥呢？还站盆里，你再把盆站漏了。看错，我能看错吗？擦脚了吗？擦完了，水到了呀，明天再说，这会儿就到。是，我跟王鑫说点事儿。啥事儿？给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留着吃吧。吃完了，糖盒还你。不是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？这是。有心了，这是。杨回来了，哎呀，我等你半天了。啊，等我干啥呀？那啥，我抓了只野鸡，正搁野地里烤着呢。烤吧。不，给你烤的。我不吃，你自个儿吃吧。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，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。我还买小火光了呢。哎呀，你得吃肉，你得补补。我不用补，你自个儿补吧。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，就等你呢嘛。哎呀，我不想去，天都快黑了。哎妈，腰啊，你就给个面子行不行？干啥呢？王鑫，那啥，大力哥抓了个野鸡，搁野地里正烤着呢。你小子行啊，还能逮着野鸡了你？没有啥难度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吃独食拉旋儿食，都不是那啥，那啥，那要不一起啊？合适吗？合适。好嘞，等我啊。
妈，等你。咋？这我觉得可以啊，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。我觉得就是叫花鸡，荷叶包着呢嘛。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。来燕儿。哎呀，燕儿，你把这个腿干了。哎呀妈呀！哎，妈妈妈，这大腿，快快快，放心。那能好意思吗？你来一个吧，我吃。啥呀？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，你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。给你烤的。烤的好。这家伙这鸡挺嫩呀，这不像野鸡，是不是不太野呀？那可呗，这鸡肉没有鸡肉。没有啥。鸡肉啊，鸡肉啊。那啥，这老野鸡，岁数大了，就没啥肌肉了。不爱溜达了。哎，对，懒得溜达了，就怕窝了。你拿啥打的？拿弹弓子打的。哎，你这枪法挺准呀，是吧？你勤快点，以后肉票子省。吃都堵不上嘴。妈呀！这啥鸡呀？这么多卵呢？啊！我就说嘛，啊，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，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，我才能打着的。哦，这是孕鸡。孕鸡呀？野孕鸡。野孕鸡啊！哎呀，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。哪幽默？来吧。哎呀，肉桂糖的来，你再来个吃。烤的很好。饭喽！一二三四，四三二一，这不大王没了吗？大王，大王，哎呀，这大王你上哪儿去了呢？开饭了，大王，啊，大王，大王呢？哎，老吴，快起来看看，咱家大王没了。真的，就听你在这嘚瑟，吵吵什么玩意儿？吵吵，大王没了，还吵什么玩意儿？溜达去了呗，你这一会儿拐的回来了。啥玩意儿叫半天了？咕咕咕咕咕咕咕！没事，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？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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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下给点脸了啊？没说你。说鸡呢，我数仨数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咋了？你看嫂子，你这还配合我的？不是，我家大王没了，你大王没了。是啊，不能啊，他爱出去溜达，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。哎呀，不能，昨天还搁这儿呢。那找一下吧，那边叫了没？大王，大王啊，大王。蛋王，出来！干啥呀？王鑫，桂琴家的鸡丢了。鸡丢了？哎呀，王鑫呐，我家蛋王没了，看着没？蛋王没了。嗯。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？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着它，吃挺饱呢。那下蛋没有？下了。这两天都下蛋，蛋可多了。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？啊，是。出去了。我俩去看了场电影，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。啊。牛大力，牛大力。沈大夫，我家蛋王丢了，就那能下蛋那个。蛋王丢了，咋丢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好好的就没了。咋了？蛋王丢了，你瞅见没？是吗？没瞅着啊。嫂子，你别着急啊，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，等会儿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。对啊，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？你们怎么都说这话？什么玩意儿拐着拐着的？我家蛋王又没瘸，都这么劝我。你瞅着了，别那样式的。
那个鸡呀、啊，它不是狗，也不是孩子，你喊它，它就能出来了。咱得去找，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。对，对吧？那找去吧，找去吧。那后院胡同啥的，找去吧，找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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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你说非来这儿干啥呀？我都跟你说了，那是野鸡，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。哎，王鑫，王鑫，那啥，牛大力都说了，那是野鸡，那就是野鸡吧，反正都是他抓的，是不？啥呀？啥呀？啥啥呀？这鸡毛也不野呀。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？可不咋的呀！我说这鸡怎么没有鸡肉呢？快点的吧，这主动交代。俩鸡腿都你吃的？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？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？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？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？那鸡在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。蛋王是母鸡，是亲闺女。就那意思。嗯。那都已经这样了，那咋整啊？我有招。首先，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，并不好找。其次，反正这只鸡呢，咱都吃肚了，对不对？就咱仨知道，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。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，来个毁尸灭迹，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。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？我是警察，你寻思啥呢？挺危险啊，这想法。那咋办吧？哎，你这么着吧，你拿着钱买只母鸡，给人还上。这也不够啊，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？阿姨，你那份我出了啊。我这还有三毛，这是我吃的那份。那我拿着了啊。慧琴，嗯，你咋还跟七唠嗑啊？哎，婶子，你过来看，啊，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？蛋王回来了，不是俺家蛋王，俺家蛋王那个头比他大。那要不在外头几天，饿瘦了？不能，俺家蛋王啥样啊？俺那不知道呢吗？这是。老吴大哥，烫啊！你试试，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。行，正好了。憋啥坏呢？我这憋啥坏了？给你倒点水就憋坏了。啊，不是，吴哥，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，出啥事了？没，家鸡不丢了吗？还回来了。还回来了？啊，这不挺好吗？啊，跑啥呀？不是蛋王，还瘦两圈。还有这事儿呢？嗯。这我估计啥呢？哈，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。第一，咱院有警察；第二，你说我啥性格？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？肯定嘚瑟了。那你这你的性格，这事你咋处理啊？咋处理呀？丢只鸡，这么地吧，拉倒吧。
说了，现在是。哎哎哎！今天咋的了？哎，都别急别急啊！大的就一条，小两条啊，一两条都有都有。大家都别急了啊！再急我这个鱼摊就有自己歪了啊！哎，老燕，哎，买鱼呢？啊啊，走了。嗯，笑啥呢？你那学习学咋样？哎，都是中国字儿，单个都认识。连一块儿就不认识。那你这上学时候学习好，考个大学应该没啥用。学习好有啥用啊？这几年全腌咸菜了。哦，对，我现在是你爸徒弟。我知道。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？没说。没说。哇。我走了。哎啊！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。谣言，纯属谣言。就有点淤青，我早好了。那不还弄伤了吗？那也就是我没注意。我要是注意，那伤的指不定是谁。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，没啥大事。对不起啊，我替我爸给你道歉。他是老人，我是新人，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，他想咋揉不就咋揉呗。又欺负你了？没有。他要再欺负你，跟我说啊。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，这啥事儿？哎呀，你要是真想说，你就跟他说，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，小心我扎他一手血。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？开个玩笑，我俩关系挺好的。那你还扎他手？那他要是欺负我，我就扎他。谁家嘴硬吧你就啊？就我爸那手，跟老虎钳子似的，针插不进，刀砍不动的，有点神吧啊你？行。王鑫。哎，玲姐，干啥去？我去图书馆借书了。啥书啊？啊，福尔摩斯。你还爱看这个？啊，我家那还一本呢。是吗？啊。你的第几册呀？第一册。我就第一册借不着，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。行。这是。啊，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，马奎的闺女。啊。这是我们列车的广播员姚玉莲。嗯，姚玉莲同志你好。你好。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？我咋瞅着你这么眼熟呢？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？也不光卖咸菜。哎，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。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，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。回来啦。哟，这脸拉得成这样，谁烧着你了？狐狸精，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？这碰见谁了？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？他俩的事儿啊，别管了啊。可王鑫是我同学，我爸这么欺负他，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，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。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，燕子，回头我也说说你爸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王鑫才多大呀，欺负人家干嘛呀？师傅教训徒弟，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，那咋叫欺负呢？行了啊，哎呀，这鱼挺新鲜呀，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。哎呀，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，搞得这么痒痒？挠啥挠啊，哪来的跳蚤？反正浑身不舒服。你就是被咬了呀，那也是活该，谁让你欺负人？咋就我咬活该？我欺负谁了？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！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，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？不，汪鑫说的。谁说的不重要。我知道严师出高徒，可
可是再怎么说，那小王也是燕子同学，你多少给点情面。老的事小的少管。我是小的。哎呀呀呀，没说你，我说马燕儿。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，你掺和啥呀？哎呀，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，可是有些话呢，我还是想跟你说说。你说。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，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。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，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，都是王鑫，上学陪着，下学陪着，那就跟亲哥哥一样。说起来，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王。行，睡吧，啊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睡吧，睡吧，不谈了，不谈了，啊。全都死了！我的天儿啊！我的天儿啊！你们咋全死了？全死了！桂琴，你节哀顺变。你别太难过了啊！我可咋活呀？咋活呀？桂琪，你千万别难过，要不咱们分了吧？哎呀，不行，那鸡不知道咋死的，谁敢吃啊？哎呀！同志们，今天这个会啊，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。哎呦，你好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，你说急成啥样了？就这个事儿啊，就很蹊跷，是吧？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，又还回来一只，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，是吧？这是个啥动机呀？对呀，啥动机呀？我觉着这就是一个情杀案。啊！你们看啊，他家这只大公鸡，一直很稀罕蛋王。这不蛋王走丢了吗？他很闹心，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，然后殉情。这就是为情所困。哎呀，所以我说分了没有。你这么说，那鸡能吃啊？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？温鸡不能吃。哎，你这分析的挺对。对啥呀？那后来又来个鸡呢，咋解释啊？哎呀，你说我多倒霉呀！啊，鸡没捞着鸡，蛋没捞着蛋，汤都没喝成啊！还真不如先搁那哭唧闹嚎的。一句正用整不出来。啊，那什么，那个大哥，我讲两句。哎，好。那个，我说两句啊。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、啊，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。自己家的事儿嘛，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，我没往心里去，我合计啥呢？这有可能是走丢了，还有这些年呢，它属实下蛋挺累，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，我心情不好，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。你这就是，但是这是啥呢？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，就这个贼啊，下手挺黑，啊，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，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，这什么性质？这不是丢鸡了。这是丢人呐，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，这是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事得查，要查，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，必须严查到底。王鑫不警察吗？这是啥呀？王鑫，别查你了。那什么，咱身为警察，这一定要彻查到底。啊，是啊，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。这小子太坏了，坏蛋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。抓住个
盼他的呢。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，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！大家回去就想一想，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？有啥线索了，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！好，就这么的吧。哎，不是，别整，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，这。啊，你别整了，再整两句。我再补充一点啊，邓邓，要是还找不着呢，大伙就凑凑份子啊，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。行，散会。谢谢啊，散会吧。你这会开的，你这开的啥会呢？你说这人情，这人情冷暖，拔凉啊！拔凉你自己检讨吧。拔凉这是没混明白。你整啥鸡呀？全给霍霍死！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？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。那咋整啊？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，现在可好，又搭进去死。咋整啊？拿你那大脑袋想想吧，你不有主意吗？嗯。我没有钱了。我这兜也空了。你瞅我干啥呀？我脸上有兜，兜里有钱呀。好兄弟。那啥，阿达，谢谢你。我真是该你的。什么东西？原来就五只鸡。现在又多了五只，一共十只。桂琴，你赚了！哎呦，赚啥？你看看，还都是小鸡崽子啊，这也不顶啥用啊。总比没有强嘛。哎，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。你们说，这忙活半天为啥呀？啥也别说了，你看这小鸡子饿得嗷嗷叫，赶紧的上食儿。行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。哎。咱们大伙坐车都挺累的，我们几个给大伙唱两段行不行？行，那啥，那我就唱一个呗。唱一个《二人转》，坐唱，处处有亲人。大家都注意了啊！注意
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。注意了，大家，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啊！你嗓门好，好亮嗓子。我能有你嗓子？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！我再来个立柱，看好自己东西。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！拿好东西，抓紧时间往前走。拿好东西，拿好东西，拿好东西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，我的钱，我的钱，又来这套把戏，啥意思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不障眼法。他们偷的，那还用说吗？哎哎，你干嘛？哎哎，你干嘛去？你给我回来，回来！你凭啥靠我？我犯哪条了？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？心里没数啊？同伙呢？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？同伙？现在都没有同伙了，都是同志。在跟我贫，偷东西在哪儿呢？同志在这儿呢。来来，好了呀，警察同志，你这个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？对呀，报道。凭啥呀？你让俺们蹲，俺们就蹲，那我不成王八了？你们几个？在车上行窃，犯罪事实已经掌握，老实的跟我回所里，快点！你有什么证据啊？谁丢东西了？丢啥了？东西在哪儿呢？哎，你查，来来来，你查，你查呀！啥呀？回所里慢慢搜，走。哎，你等等，哎，你凭啥？你要是敢打我，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！我打我自己，就说是你砸的。对，我俩是证人。还讹上我！哎，你砸死！你砸也我瞅瞅，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！你砸砸砸砸！警察同志，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。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，我们偷谁了？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？啥都没有，趁早把我们放得了。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，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？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，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。我们犯哪条了？你新来的吧？走后门上来的。放了得了，阴阳往一顶，早晚也得放。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？那人家那么多人，汪鑫身单力孤的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谁负责任呢？咋的？你这又不说话呀？他像兔子一样，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。我喊他不要追，可他不听，你这让我咋办呢？他是你的兵，他不听你话，是你管教不严，你失职。行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。
我也是急，我说话冲你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干啥呀在这儿？对事不对人，我明白。回来了。回来。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，得洗洗了。这衣服不用老洗，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。啥不用洗啊？你看看你这衣服啊，立挺到立挺了，都快立地上了。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，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？我说用洗就用洗，你咋还不听话呀？这我的衣服，得听我的。你还是我的人呢，得听我的。行行行行，听你的，我真拿你没招。你看看你，你说你干啥呀？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。干啥呀？还不得小崽子惹的？进屋说。这小王又咋了？咋了？不听我话，私自下车去追疑犯，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。又，哎，又咋了你？咋了？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？我年轻时候啥样啊？不就这样吗？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！你都忘了，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，房顶都掀翻了。行了，咋还说上我呢？这路就在前方，一行人一路乘飞扬，晚灯照千百响，转眼炊烟满堂在他乡，途中路过多少人那沸沸扬扬，崎岖几段峰回又一趟，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，那答案是心怀家和远方。我们停不下这脚步啊，匆匆忙忙走过多少时光，哪来悲望一步一响，愿我们始终热忱一往。都说爱人生一世也落一秋，归来的人啊不回望，这一趟冷暖温凉，他只会牵断肠。回头我仍值得牵。